风水真经。神秘学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这节继续过来讲《风水真经》哈，第81集81集。咱顶节咧讲到这个真气哈，阳气啊，哈，咱若符合到五条法则。那时啊，咱这间厝咧，各位的徛家咧，真气真正旺，哈、哦！若是啊，咱咧无符合法则的时啊，厝内底会较零零清清，家内会较未平安，哈、哦！咱咧人的智慧啊，咱人智慧就较未清醒，哈、哦！那么清醒人清醒的原则啊，哈、哦！头脑清醒的原则嘛是根据啊，咱平常时修心养性，哈、哦！咱下去执着。吼、哦，下去执着，把咱的心放互飞，心量放互飞，把咱各位本来累世生生世世就已经有诶自卑心啊，咱甲放互出来，莫甲自卑心甲关掉咧。吼、哦，安尼是啊，咱智慧一定会飞。咱正言文者法大法师，正言法师啊，吼、哦，做者功德会啊，吼、哦，咱诶大正言法师。常常在家，这地主开始，你们求智慧啊！恁都对平常时啊，心放不开，自卑心甲不调出来。哈，咱若放开咱的自卑心诶，咱自然心会安详，因为咱帮助人了，帮助人了，心会足欢喜诶。咱帮助人了，真欢喜诶时啊，心会真清净，真清净，那是水就有水影，咱就照出家己来啊。就是家己来咧，咱智慧就出来啊！智慧出来，咱人生上快乐就是求智慧尔。好、哦，来世间呢，要求啥呢？不是求名利，是求智慧。好、哦，所以只有智慧，咱才带会转的。除了智慧以外呢，带袂转的。啊，要搁带一下，会带会转的一项啥物件呢？烦恼，烦恼可以带回家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禅公啊，禅人。大师啊，哦，阿爸一届都教伊做伙，伊做伙，啊，伫清法，啊，有一个呢，啊，信众呢，伊讲，师父啊，人死了就好嘛，死了一了百了嘛，啊，人死一了百了啦，什么都不名也空，利也空，什么都不带回去，拢空空的嘛。师父讲，哎，作为居士啊，不对，哈、啊，作为居士不对哦。啊、哦，你回家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哦，有啥？烦恼带回去，把烦恼带回去尔。真正那个烦恼带回去啦，哪有带啥回去？知影命啦，你拢无带回去，带着烦恼回去尔。哈、哦，什么烦恼？烦恼啊！他死了后，囝只囝唔知出到天无，只孙唔知娶无，啊唔知孙唔知嫁出去无，啊孙的事业唔知顺失无，哈、哦！哎呦，我那哎，当当那老阿啊，咱做老阿啊先巧的，老婆啊当唔知只囝孙啊唔知又好媳妇又好哦，哈、哦！啊那是老婆啊，哈、哦！咱做老婆啊先等伊，啊老阿啊唔知破病无，那破病唔知怎么个伺候，怎么个照顾，原来我来照顾，唔知怎么个照顾哦，哇！烦恼一大堆啊！啊，佫上严重呢！我哎呦，我这财产存这财产，我囝唔知会甲漏掉了无？唔知佮提开了了无？嘿个，所以唔知有信徒在问我老师啊，你看我的财产，我孙吼甲漏会掉无？
你甲算法了嘛好，断话嘛来啦。我吼恁的孙家财产甲恁捞袂掉啦，别烦恼。吼恁孙呐，伊那戆的吼，伊就甲捞袂掉啦。那精的吼，甲只财产甲捞袂掉。啊，大海啊，吼这精的先都捞袂掉，他精的捞的。伊会讲，我这唔知打一个有够戆的捞只财产的话，我先赚，我认真甲开。好，咱这信徒嘛是安尼。哈，迄阵咱台中西屯区中华山吼，啊，伊啊，伊分一块土地啦，向红通地分土地，啊，分不几，分不几千平，啊，迄阵啊，我伫台中个时，我讲，哦，你来遮福气啊，你有偏财来呢？伊哪有哪有偏财？经过无偌久咧，通地一条子，有几千平的土地，啊，都老师你足准的啦，吼、哦，迄毋知打一个。阿大吼，唔知打一个头头巾去都弄破去安尼，我都在头巾弄破的吼，分千外平开啦。我是安尼来，都嘛唔知市长甲通知我去要改名，叫我念一下，即个户口填本要改名化，中威嘛。好，伊嘛搞不清楚对对来，伊嘛唔知啊。啊，所以吼，迄老财产有够无价值的，有够无价值的，含着想都唔捌，都无少捌。好。啊！当时这伊的祖先咧嘛无了解，讲这个财产留予伊，伊家己笑遐戆的，唔知叨一个戆的。吼吼，所以讲个啊，咱啊，咱要死了后咧，烦恼嘛带转去，唔是袂带转去，嘛是有。所以带回家只有烦恼，干咱的智慧。咱若烦恼多，智慧就无呀。咱若烦恼少，吼苦恼少，咱的智慧就会出来。所以讲向天耍。煞衰吼，气不顺啊！咱用提咱厝歹的厝啊，大袂平安的啊，煞气真重，啊都袂顺心。这话我那真侪年前嘞吼，有一个禅定，用禅定的是，人伊讲啊，老师你去看刀啊，看嘛啦嘞？啊，都哎嘞，静静嘞，啊要去入因刀的时，一股气叫断出来，叫断出来。我外婆我人奇怪，恁到那个煞遐重哦，我都打住恁的门，啊，就弹出来，就叫挂，哦，恁厝去逼掉出来。伊讲无啊呐，阮厝啊，伊讲我都伊讲我因厝啊要开空气清，无咧卖空气清，我气就弹出，砰就出来。啊，讲阮厝啊无卖空气清，奇怪啦，那这老师一直奇怪，我嘛怎么就奇怪，打住这门一股气就上就出来，好、哦，打住门就出来。啊！出来外口管理就是，伊这间厝啊，迄间厝是原来立屋啊，硬吞起来，啊吞在原来的迄一块地啊，迄块地咧，吼、哦、你地咧，那就一块啊咧，迄块咧，去问咧，结果咧，太地啊，太鸡啊，太牛，太地啥，遐一块灯啊多咧，拢等着迄块，因厝边啊，因为看到古厝边啊，啊古厝边太地啦，啥物拢倒倒伫迄块地迄边啊，啊起起来，伊迄间厝都住伫啊。有够歹，迄块迄厝有够歹，啊！谁吞钱？啊！迄间厝的事啊，煞去大个人啊，拢破病，规家啊装病，病较足严重诶。哈、啊！问我要安怎？我嘛无法咧。你涂骹你再待落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们要起新厝，一记呢，涂骹一定涂得溜，垃圾涂溜掉，溜到内底有红泥土，拄着土格，一时啊，你才搁吞新的吸回着咧。维新新闻告诉大家，维新。吞新的土，真的吸回来，你一定要吞的。啊，然后你流沙时啊，上好啊，建议各位啊，盐、沙化，浸一挂盐，啊，金纸、绣金啊，金纸吼、哦，用绣金去烧一挂落，烧一挂落，把迄个气甲慢掉去，啊，盐涩涩的，你才吞土，一定平安嘞。那无啊，无乱搞。啊，还佫一个信徒咧，啊，伊伫住伫咱东山路，台中东山路。啊，厝内底是有够袂平安，规家拢大家拢开刀。啊，含来找伊这个信徒咧，伊嘛开刀。少年二三十岁咧嘛开刀，拢药剂开，拢佮开药剂，规家拢是开药剂，很足奇怪咧。啊，我迄阵咧，才用卜卦。我看，哎呦，你这种厝内底拢煞去，乌落去，拢煞去，那才重啊！吼、哦，你这所以你这种厝大，大家拢袂平安，一定的嘛。好、哦，我你这厝地基真无清气呢。因为现啊，我都细汉，迄都转做地条啦，
低调去遐厝低调。我无清哦，无啊，迄种我爸讲，哎，这清啥呢？老伙仔人做行做餐人，上个方便多啊。过去啊，搁担遐来穿棉片，吼、哦、啊，做安尼低调，下骹石板嘛老啊，阿摩托嘛老，垃圾老，啊，拢低塞过，拢就全都吞掉，全去厝，一定袂平安，全袂平安。规家药啊食袂了，拢给他开刀。啊，问我要安怎？我嘛无法了，除非恁厝拢搅掉的，要安怎？啊，要借刷要哪借刷呢？你涂骹已经空掉，要哪借刷呢？无可能。何况你无向叫人跳档嘛，无好来的。老师，你也知我叫人跳档？问我你也知叫人跳档？一般习惯都安尼嘛，都去内底阴的嘛，阴的就坐嘛。后来我来恁兜跳跳的嘛，跳档跳跳的嘛，安尼就好，交平的。吼、哦，伊个跳跳高不够不好啊！我让你清楚，赶紧把参详。吼、哦，你这条都拖卡卡下灰，吼、哦，直直清掉。吼、哦，这我提电吞过电做，到尾一时大人有同意，是大人嘛？啊，病了就艰苦了吼，规、哦、家伙病了艰苦，当规年冬天拢病医，你轮流做病医的，吼、哦，安尼是啊，啊只贵个，只住迄间病家，到尾总卡掉，总卡掉。卡掉电器就平安了。哦，所以咱来气，咱的气咧，胸体气衰啊，吼、哦，空气气不顺啊，咱大行都未顺，含身体嘛是叫做空气，身体嘛是内底嘛空气啊，空气的流通，哈、哦，咱的思想嘛、智慧嘛，大家囡仔都未读册，哈、哦，身体也未平安，搞病，哈、哦，气不顺啊，咱的气不顺，中气不顺。那么在座了，而且得住陈政治，哟、哦，丹尼斯一针灸嘞，嘛是对咱的气脉顺了，佮插，怎佮插嘞？接着天地一精气，咱针灸我是无研究，但是咱呢针灸呢接收接收宇宙间宇宙的宇宙这个气啊，好、哦，要怎么呢？这点呢，就接受宇宙的宇宙的蒸汽的导电，对咱的穴道了。穴道嘛是一个这个穴太太多啊，嘛是蒸汽跟那泥丸宫同款。咱的上大泥丸宫呢，神的所在接宇宙上大气，对只嘛。然后呢，身体的毛根康嘛是那是蒸汽的气，你接这电来，身体才健康。啊，那么这你个尖嘞，个擦，你要尖嘞，你接受这个气嘞，来来融化。淡化这个这条的这个气啊，好顺，安尼身体都健康起来。我伫民国75年，迄阵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啦，一时好做脱离开，咱咧天桥得去哩世界飞。到尾咧，迎来今日咧，等下咧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发觉一条哦啊，真咧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。屋里的根啊，足大杠啊，吼！结果都成对下来，啊，成对闹这个心嘞，这个闹心这个多滴落来，真大条根，比这瓜大瓜根，好、哦、比石头根瓜大，规杠缩条都掉去就成嘞，七彩一根啊，根呀呀，全里面那滴滴多，那灌顶都就，所以那密教啦，我说灌顶都是安尼来，灌顶舒服啊，修行经过我有开悟时。我心一动念一定呢，和大宇宙融合为一，然后呢，回归照这个手呢，还是化气呢，用心呢，对咱的这点呢，灌顶到下来，所以接受足着大宇宙的气啊，接在舒服的身躯啊，然后都转达在咱家内，转达咱的冥王宫内，这所有身体和咱内脏呢，拢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光明。好、哦，所以灌顶是安尼来。那灌顶呢？我的师傅呢，伊就借法器的灌顶，啊，我直接手灌顶。我讲了，那是现在我甲各位在讲话，你讲得起，我嘛是在甲你灌顶，也是同样在甲你灌顶。你不要看啊，我这手往这蒙蔽，照常嘛甲你灌顶。好、哦，因为各位在我心中。任何一点啊，每任何一点出来都可以在灌气灌顶，啊，从泥丸宫顶气场灌。啊，若是过去啊，咱啊伫电视机面头前，你若心念一定啊，祈求诸佛菩萨，阿师父啊，你一定甲灌顶，你真呢合掌起来，
你去观想，观想一道光，一道光，足强光对我脑子里嘞，直直撑嘞，撑嘞，撑到心中间嘞，就放光，放光，哈、哦，放光无量光嘞，这光一条一条一条气条子啊，然后从放光无量光，一足光像太阳光啊，火掌。好、哦，你定落时啊，啥没乱呼，一分钟、半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，你一时啊的幸福，你就会小小灌顶，真济灌顶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呢灌顶了就气，气对只落。好、哦，所以迄当时啊，75年我念佛啦，哈、哦，你要注意个，到底咱人咧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有啥物用途？好，我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动念阿弥陀佛的气，跟有着虚空就在底下来。好，你知这10多年来，好足侪地主、烦恼个老师啊，你逐天讲话讲较济啦，啊，还有人艰苦，你共背调背较济啦，甲收件背较济啦，你敢袂巧呀？惊我巧呀？我巧就煞，哈哈，我咧骂得你，哪会受啊？我随时伫甲你管的是啊，我气照常会很。虚空大宇宙融汇为一，虽然我手在用个三点香在烧，甲你点你身躯，也是用个物件甲你点你身躯的气一通个时啊，这是电啦，唔是我的，我系的，你所以你也甲你靠我的，把这里这电机嘛无电呢，脚板电机嘛坏掉的，哈，都跟出你报废，但你不说啦，哦，所以各位啦，让心放宽出来，啊，这点点的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气都对下来。然后呢，放出这个心，心脏家，那个心脏跟心脏过来撞到这里，再放出光，放光呢，再照的，再这个导电对手去，对脑去哩，脑先落来，再倒去哩，再转到对家处理，导电对手家处理，这加持，叫做加持，好，我啊，先生，你给他充电者好不好？不是先生，你给他充电者，好，你给他加持，好，所以各位啊。了解，气伤体，气衰，气不顺啊。所以那一间厝那无好的时啊，咱整个家内的气温就拢衰温，哈、哦，大行都袂顺，大下大下拢袂顺啊，啊，气不顺啊，气灾气财气财气啊。维新圣教。所以气了，有这多气，咱一间厝内底流通财气。你若厝内好食，住会平安食，财气你就一定旺的，一定旺。啊，你若啊，这一间厝环境住得好嘞，会生的旺气，生旺气，身体的健康。哈、哦，啊，生气的气嘞，你就基本是健康。啊、哦，身体流通循环会好些。名气咧，哦，名气足大，哦，所以即摆老师名气也未甲来说，未甲来说，哦，啊，因为我心放开，哦、名气就不少，啊，名气不少了，各位地主嘛，跟着名气嘛是一大，赶快，好、哦，我代表各位将这个法凸显出来俩，好，我用这个卡咧来代表咧，这里说诸天神圣活菩萨。几千年来中国失传这个妙法啦，哈、哦，各家凸显出来，哈、哦，叫做名气、名气，到力气、力气，嘿嘿，名哪官呢都有财，哈、哦，都有财，啊财是啊，老师跟你供养，我拜托你莫讲供养，因为我无剃头毛，无落发，无剃度，你莫讲供养，哈、哦，老师啊，叫你食茶好啦，好啦，食茶我就爱。哈、哦，供养吼，我都受不起。吼、哦，你若要讲供养，我爱有法乎你啊，无法乎我哪知影供养？我你话食茶，我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食茶，那么戾气，啊你做呢？这戾啊戾一个怒气，咱厝内歹的事啊，凶宅
吼、哦，向天怒气大了，心烦气就大很多摆，吼、哦，啊，咁样大人都未顺好，我气，我要气死啊！怒气，喜气洋洋啦，哎，咱就，我二十岁到啊，好结婚啦，吼、哦，那喜气洋洋啊，我嫁，你要娶新妇啊，早嫁要嫁，喜气洋洋。啊！那出来的那未顺呢，买三两买二卖二啊，规家伙买卖二啊，那有可能讲会顺失？那有什么好喜气呢？无嘛，吼、哦！那出啊，这空气，这是修行。空气就是修行诶。那呢，出来的气那旺呀，身体健康，哈、哦，身体健康有财啊、哦，有生啊，生旺气啊，人缘都袂歹。啊、叫做人气，叫做人气的丢啊，人气人啊，对咱袂歹，感觉真正尊重咱，啊，真疼惜咱，啊，咱做人都差不多，哈、啊，也袂伤定态，袂伤汤，伤汤酸，哈、啊，啊，所以咱人气也袂歹，旺气，身气、生气，身体咧，吼、哦，更硬硬，吼、哦，就是，哎，阿家咧头壳更硬硬，吼、哦，而且大修行家，哦，头壳都发亮，吼、哦，你迄、那个、哦、生气。哦，名气哦，那个是社会大家做总统啊，做副总统，做议长，哈、哦、啊，大事业家，名气、力气的，哇，利的起名气，哦，这个人哎，看那都，这公益社会，这个公益，我都做公益社会，哈、哦，直直哦，直直去做，哈、哦，啊，人啊，真欢喜接受，这力气，过来怒气，哈哈，聊聊无好事，我气气个气不稳。这一气就是讲，咱一个厝内歹的事啊，拢会发生这现象。那好的就好，歹的就歹，哈、哦，这就是修行的修行起来，哈、哦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来了解了解这个法，了解这个法，哈、哦。啊，一家病魔多招灾啊，一家病魔多招灾。咱一口罩啦，厝内袂顺啦，病咯病袂煞咯，规家伙都干病，叮叮咚咚病袂了。哦，这一家伙啊，干了食药都好，哪有时间呢、啊？哪有时间好去，迄个叫做调养家己的厝呢？所以这个因果的问题，因为咱过去生，吼、哦，咱行功立志做无一，无做无到，做无到这生呢，咱难免呢，咱就会较未顺失，各种的业报因果就来，因果来的是，咱就无迄个福报。福报去徛着一间厝，感觉较理想的厝，咱就无福报。啊，无福报咧，算了咧，咱就会当讲，就袂当做足侪工课。啊，家内就大个厝歹，大厝歹咧，啊，无人看咱一间好厝，大歹事业都袂顺失，事业袂顺失，家内就病，啊，交病痛，好、啊，事业袂顺失咧，规家厝内底咧，哦，大家去紧张，去烦恼。吼、哦，这生气六大，怒气冲天，大家就对啦，无佮意就滚头婆出来，大声细声来啊！啊，这家不和，万事啊，万事就休啊，逐项都歹啊！哦，所以造成这因果，因果果啦，就是总共一句，咱得大善过来了，就咱的居住的环境，咱厝大的环境，好、哦，咱厝大的环境若好者，一家就平安顺遂。这就是讲咱的厝运一气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厝若歹，一家招灾，哈哈，未煞。有诶道场，好、哦，我嘛看看迄个道场，拢讲好，我这个法，我来加持吹咧吼，啥厝什么风水，什么厝，哈、啊，有什么地理，嘿，结果咧懵懵懂懂咧去买一间厝，买一间，哦，都无法咯，去买一间迄个都。这个叫做山就起一间庙，起一间道场，起道场呢，水就顺水流，好平后尾关系，啊，别个靠伊山，这边山关的山，伊就靠伊山，风景真水，啊，车就牵咧就出去，哈，啊，就厝就起关，好平都厝靠近就起关，哈，无偌久了，两三年开始看讲要卖啦，开始看讲要庙要卖啦，难讲你地理无好。嘿啊！较早阮师傅都甲我讲，不用相信风水，哦，这怪师傅去啦，怪小英啊，看这土地哪会看呢？土地也未看呢，好、哦，啊，再要卖，啊，再问，这我这地主，地主啊，要讲我这地理真好，啊，就甲我地主讲啊，啊，地主咧，伊讲我咧先卜卦，我看咧，
你先卜卦我看咧看，啊，甲我卜看我咧，我哈哈，这间村这间庙互安哥是煞，吼，啊，是非一大堆白虎额头，吼，一定够要准，吼，卜卦看，佮现场看，哈哈，对对对，虎面山东必是山，山边都必虎咧，啊，虎啊悬，佮佮创，上万拢去虎面，啊，家拢去安尼，啊，佮顺水流，哈，要去走路嘛袂使咧。去到甲位哦，这什么神，什么菩萨，大什么如来，什么来看那个地理，这足好诶。伊讲，你甲骗我，我甲老师都我老师在学啦，好，你学啦，你这上歹地理，我讲你听。啊，你莫讲去，啊，讲就煞嘿啦，弄个你莫讲去，我叫莫甲别人讲，我要卖别人，要滚别人啊，我要滚别人就对啦，哈哈，这侥幸，我够侥幸。吼、哦，这种地理啊，你也讲学什么？所以你讲啊，我都真好修行。我，你若有修行者，有彻底有开悟者，你对风水、风水、风水的法则啦，你大行拢捌，大行拢捌。以后咧，然后这无啥。你若也唔捌咧咧，听人讲唔好就唔好。哎呦，人生无目标，没有自我的目标拢无啊，自主性嘛无呀，吼、哦。阿哥大诶，不愧啊！那一直讲，阿哥想尽办法要杀出来，叫你莫讲去。哈哈哈！要，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各位啊，爱注意，各位爱注意哈、哦。所以，风体、向体，哈、哦，气衰、气不顺啊，都、就是歹诶处、歹诶处，哈、哦，事业都未顺，家咧未顺，搁搞病痛、搞是非、搞是非，有够多。防坑世人应理地啊，吼、哦，咱往前多多用心思啊。防坑咱伫世间的人啊，唔是天人哦，世人世人，吼、哦，咱爱注意家己听这些。好、哦，天人甲世人啊，你凡尘啊人啊，凡尘啊。世人呢，就是菩萨、天人、菩萨、圣众，哦，菩萨、圣众叫做天人，哈、哦，哎、世人呢，就世间的人，世间人啊，哟。为心信道，心。世间人，吼、哦，应理地理智这两句字啊，真深。好、哦，理地理理就是法，理就是法，啊、哦，这是佛性，佛智，好、哦，是佛性，啊、哦，那就是地慧智慧。理地就是法，依法依法，大宇宙理是大宇宙生灭法则。好，大宇宙的生灭法则叫做理，叫做理，就是法，这都是理，都是调和的，这是属调和，调和好多理。哈、哦，所以理智呢，就是调和大宇宙的生灭法则的大智慧觉悟啦，那是觉到觉悟觉悟大宇宙大宇宙虚空诶，的生灭生，哈、哦，缘生缘灭，缘尽缘生的缘起，缘尽的缘灭的法则，哈、哦，这是理智。哎呦，你看理智的啦。好、哦，那没讲，哎呦，你想较通的啦，想较通的，无效。你看理智的，对着心讲，你感觉啊，你看理智的，对着他的心来讲这句话，或者你看理智的，对着心讲，叫做比较要理智一点。哈、哦，你讲啊，想较通的啦，给想几遍啦，那是给我假我，给我的思想。好、哦，用个头壳想的尔，
黑唔是好多理，唔是真真正正法，所以理智啊，哎呦，大家较理智，所以防坑设人用理智啊，吼、哦，咱就爱逐项拢开悟以后，拢捌以后咧，才对任何一件代志咧做者批评，做者下定论呐、啊，叫做理智，叫做理智理智。风水命法不得地，风水命法啦、啊，风水命是嘛是哦。宇宙大宇宙虚空，伊个调回法则气，甲空空真气空气，啊思想甲行为，吼、哦、心念甲行为啊，种种个妙法啊，不折地啊，拢唱调诶。过去各位对风水个妙法本来就潜藏诶，本来就唱调诶。波也是不折地，不折哈，不折地的了。唱调累劫的智慧，哈，也是过去的经验，顶的生生世世的经验。我有一届就一经啊，三个话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这本来做什么呢？哈，我请示贵国先师啊，王上老大，老大，这本我翻来遐什么呢？伊个闹钟，我真唔知想做诶。好，过去谁人做的？我不知道过去谁人做的。好，我谁人做的？啊，一个人去搞画嘛嘞？这本书是贴在作什么呢？好，啊，一个讲起，那谁人做的？好，这个潜藏累积的智慧、的经验，好多不值得。侬你。啊，这个不折地咪都藏哦，你甲它藏无路用哦。你藏伫内底咧，但是又是笨手哦。内底有诶是有烦恼，有诶无烦恼诶。啊，有诶是真中道，有偏去诶。一智慧过去生诶经验，有诶偏去，无偏去诶。那么不折地就用过去生所修诶正法，拢藏掉诶，藏掉诶，一半。一半，一半呢，一边吼都佛，哈，这个魔，这边佛地，这边魔的地灰，哈。那么呢，咱都发露出来过去生所藏的这佛的智慧啊，咱老对好的藏一只佛的佛地咧。咱即卖甲发露出来，将佛地咧，佛的大智慧咧，咱甲提出来用，叫做佛字。啊，我的魔字，吼、哦，我看你足气的，那是几个死人，我甲你那是结啥玩笑啊？那发崩了，好，唔想讲这个。我讲啊，看了好面熟哦，好有缘分哦，真亲，那是打死死人有看哦，足有缘分呢。迄个佛地，吼、哦，华度着啊吼，华度着啊吼，嘿，你这安尼吼，你安那安那，一直看看，讲讲嗨啊，实咧我拍唔着人诶，吼、哦，我拍拍我拍唔着人，讲讲唔着人诶，你想，叫是魔字，魔。黑暗的，吼、哦，黑暗的物件呢，伊无提出来，啊，干啦，黑暗的提出来，光明的无提出来，所以啊，拢看到人，嗯，这人这话很不顺眼，好、哦，很不顺眼，一看就不顺眼，迄个魔字，魔的心的物件提出来，你那佛地，那过去光明的欢喜的欢喜心的，所以有要利益就把它写写名，就不折地，波折字，不折地。黑爱贴出来，接着贴出来，好的波也字的佛地，不折地，啊，风水命法不折地，各位，你今日会看这里好多，我讲就风水真经，这节目嘛好，也是来上这个课，你过去生拢一定有风水命法不折地，拢有这个证，拢有藏掉嘞，
拢有大修行家会捌这字。那无恁今日袂去听，袂去听这节目，你就看下那电视开开咧，就听跳 disco 的话，还是这诶卡拉 OK， 蒙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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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就会学迄个无同款。所以这个风水的波折字，哈，适者合家改平安啦。咱啊各位了解着风水妙法啦，咱啊认识者，识者，哈，认识者，哈，合家改平安，一家的平安。好，切望切莫自我功高，误人误自己啊！咱啊，咱唔通讲，哎呦，功高啦！都像我讲啊，哎呦，风水未用啊，那那那，结果咧，家你买一间土地，买一间厝咧，起落咧，大家拢唔对的，啊只无啥啥，啊只可要化买卖，用军咧，吼、哦，结果看，我家你地主去看，看看，吼、哦，结果唔好讲的，吼、哦。伊要阁卖别人，迄个传出卖出去啊！安尼咧，控股真侪就变做控股去啊！吼、哦，控股自傲，吼、哦，认为讲家己上牛，唔知咱释迦牟尼佛啦，甲咱指示讲，当咱要袂大彻大悟的时啊，绝对不要去批评别人做的话对与不对，哈、哦，但真莫去批评，哈、哦，即使你大彻大悟诶。要袂大彻大悟，莫批评你大彻大悟诶！你开悟以后咧，你会发觉这个法是毋是真正利益众生？那么你就会当更加赞叹、更加扶持和这个法来利益众生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原则啊，那么控股五人如自己啊，这是五家己，搁五百人。咱若唔知，咱就莫讲讲讲，你莫相信就好。咱莫讲，好，那就阿姐一个老师人家叫人讲，莫相信，看日天天是好天，我天天是星期天呐、啊。好，结果落袂好势了，阿爸叫徒弟啊，通知看看黄历拿来看一看，今天好不好？有没有冲到我？讲你莫有冲到我无？有冲到伊无？那冲到就不要出去，你们天天是好天。那有佛法不变啊，佛法不变啊，那我天都天天是好天啊，你哪个皇帝看一看，哈，你不要冲到我，对不？这咱都莫安的莫讲，众生信多，我咱莫嘿，莫讲莫相信这，因为圣贤几千年来啊，已经将这个四迄、那个五蕴吼、哦、六气四时八节啊，还这鬼的转化，有够准足厉害。咱差不多加十年前啊，日本伊对科学是真发达，一直研究咱中国个，中国即立春立个过节气个现象，用科学啦，吼、哦，这个证明，即用科学来量即测个太阳、测月亮、测其他个星球含太日头伊个自转光段在测，迄、那个时间啊。测出来算出来，甲咱同书几啊千年来算下，一分都无差，差两秒甲三秒尔。啊，古早人是安尼算，有法了无？在座各位啊，咱的祖先讲我是修行家，真够修行的人，你这不值得一信的是，咱有法度证明讲唔对，你才有法度讲我真正是正法，正是教。你若我都证明我啊，这提出一个更加符合这理论的这个法理的物件，你莫讲批评我这两样，安尼咱就错过去啊，吼、哦，安尼错过去。所以圣贤呐，古早所留了圣贤的物件，确实不可思议出来。吼、哦，比如讲，咱占卦、卜卦，占卦来讲啊，我打一工会落雨，时间你我卜十年后，打一工会落雨未落雨，你用卜卦咧照常同款准，你科学你有法度哩？你以后十年后会打一个月打一工会落雨还是未落雨？你无法哩。好、哦，但是那以易经咧，易经的妙法咧，占卦咧，卜卦占卦咧吼。卜卦咧，你我都了解，打一工会情况情形之下，吼、哦，这是中国圣贤留落几千年留落。那么你用讲
会用讲啊，这是邪术吗？会用讲这是违法戒法吗？会用讲这个法呢，这都是哎，他说不值得去的吗？不是这样。想简单的，你会讲我一个月后，打一天，我进入厝要空厝顶。咱要先占卦，迄天是好天啊，落雨。你若占卦后落雨，我卖看迄个日。我想办日，你甲等看嘛来。迄天若发会落雨，一定保证落雨。天啊，神啊，不欺人啊，不欺人，是人会骗人俩。吼、哦，人骗人啊，天啊，神啊，袂骗人。吼、哦，这就准。民国，要不民国七十一年前，民国才六十八年，六十九年。迄阵啊，我就占过用占卜卦，台湾甲大陆会变化如何？那时候迄阵就占一个卦。哈、哦，民国七十八年啊，民国七十八年这年呢，台湾甲大陆咧会足大诶变化，融汇为一诶起步。好、哦，我小迄阵讲啊，家只地主讲啊，我哎老师讲到遐真正，跳到达七十八年啊，这年开始大陆、台湾甲大陆开放探亲，我来，这八十年前。好、哦，就算算便当看嘛啦。好、哦，等下到84年，今年啦，好、哦，今年了，都咧结石头啊，烧到结石头，结来个蛋的吼、哦。你感觉石头蛋蛋的咧？哈，无我换飞机开过嘛，无我换船路过嘛，安尼俩嘛。所以今年啊，台湾甲大陆，甲中国大陆，民族性的启发，中华民族。炎黄子孙，这民族性的启发呢？这启发啊，本来咱就互相相依附，相依附相依附。大陆，咱人甲人，大陆甲台湾，这是有形体尔。但是咱人的心甲心，咱的灵魂，过去生生世世所带落来，咱的心啊，民族的意识啊，民族的情怀，民族的情怀。好、哦，情怀了，咱会想讲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兄弟本来就兄弟啊，为何我怕你，你怕我呢？大家就夹对啊，开锅对啊，所以今年个这中国咧，大陆甲台湾中间民族性的融合啊，就真正更加闽南化去啊，闽南化，这个一经济一经一一路阴阳二法一路咧来。推动推断咱世间的万事万物、人事物、人事物，这个也健康如何，也演化如何？哈、哦，这就是讲咱易经的妙用者，唔是一般所讲。哎，易经无啥，曾经当一个哈，一个伊是什么的大修行？啦，已经我是八九岁呢啊，但行行迄哪有啥？我佛法上好啦，这佛法这呐，哎呦，这已经无啥了，这雕虫小技啥？我阿弥陀佛啦，师父，你讲一句啊，乾卦，你若拢捌的是你乾卦，讲我听乾卦，动地五爻，什么是九五？也你是所安的来，你讲我听。好、哦、啊，叫做卦，我先熬嘞，一个水天虚，水天虚啊，水天虚，哈、哦。这个你你们定为罪，下为天呐、啊！这安尼是你讲，你拜托你指导噶，啊点点啊！啊，这我都无学，你无学，你讲人你八九有出呢？我你都无学，你讲你八九有出呢？你阿公无学，那么错了，妄语、妄语、其余各个地方话，哈、哦，安尼又个唔对呀！啊，叫吓啦！啊，你歹势啦！我都想，我那师傅都讲叫我易经唔好像你佛经话，佛经足好诶，易经甲佛法等号，吼、哦，甲其他经拢等号。佛法84000法门，84000法门。那么易经，你用过佛法的一个法门，安、啊、尼个包起来就对嘛？你何必啊？大讲为了听人讲易经，我要气死，气甲个心头扑扑跳。哈，你向设计啊？我你向设计摇，哦，就是。就吓啦吓啦，我无想到，吼、哦，去用设计啊！真个啊！啊，你大家为着听我啦，足惊的，点啊？我来，我来要甲讲论易经的事。我相信你，假使我一天，我来讲，我到一天要过来找你，一定走下着，秘法找，未定教嘞吼。现在足无用啊！你这个时间一定会秘法找，你唔敢接，不敢接我，
我就安尼心一块白呀，对不？到时候你也不要打开来，世间法你过来去学去学，利益众生要紧。好，所以啊，那那个爱理智，要理智，要有波的智，哈，那不要控高，不要控高，哈，过去啊，我嘛有一块控高，哈，上大省呢，我先研究风水，研究风水的时啊，因为我的老师啊，传我风水法，风水法呢，迄阵呢，我先对三合开始学起三合，啊，海包米、新竹神、因果师的三合学起，啊，人家讲易经呢。我感觉有点吼不屑一顾，哎，已经说了，我老师传的是三行，三行话，我说将这易经的物件再等一边啊，说啊，这无啥，易经足简单的，哪有啥？吼、哦，这一环两环三环，好，那摆环那摆环那会几年？环那会几摆出来？哪有啥有啥物有啥物件可以摆？我迄阵甲你讲，环那会几有啥物好摆啊？我才知啊！好、哦，我迄阵我感觉对迄阵的代志个足忏悔的对吧？好、哦。好、哦，迄阵我已经要打入门的时啊，我个人呢叫做防火机啊，好、哦、火柴棒，哈、哦，那火柴棒三支啊，白啊，你哪有三呢？我咧摆啦，即哪有啥物？有啥物好啥物计较？好啥物研究诶？干那是三支，啊！都翻落去，啊！都两过，啊！都两过甲摆咧，啊！佫减一十条诶！我即摆即无啥，我差不多一年，伊是中间咧人咧有一个，迄、那个蔡老先生咧讲易经是安那，啊！我清伊易经卜卦足卜足好诶啊！我清是伊地理啊对唔对对？维新圣教，维新宗。啊！我一搞，哎，恁老张啊，伊讲叫老张啊，嘿，你第二，安尼学就学，你已经爱小我学了哦。我哎呦，已经无啥啦，那讲啥？一直甲想我都烦恼飞机，倒啊，烦啊烦啊，这叫规则。啊，无想到，到尾去了解了啊，迄个排列组合、数学个排列组合的事啊，甲你做歹势，迄阵啊，甲你想面都缩缩，甲你去歹势。好，再研究发觉，哦，已经嘞。大宇宙虚空，阴阳变化万千呐、啊！阴阳变化万千，跳到我已经研究了，较有进一步的是啊，这法界啊，已经伊的用法啊，偌济呢？的用法偌济？24亿，6000。恐怖。咱即摆所有的电脑的用法，拢是根据易经的这个阴阳对待的排列组合起来，电脑就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24亿，拢在咱的手底，24亿啊，拢在咱的手内掌中。好、哦，发觉到尾，我易经地理研究了，有一个心得，易经的又搁有心得的时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发觉拢在手底，叫咱一只手。莫怪了，叫做孙悟空逃不过如来掌，孙悟空啊，躲未过如来掌，偌牛！我二十四亿外线，忙啊忙啊，你怎啊走？未开，走未，先走走未。所以如来掌，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掌，唔是熊掌诶，如来掌，大家都有如来掌，哈、哦！所以这真气的东在咱手里底，哈、哦，主掌天地啊！多手提天地，天地融汇，这阴阳二气，天地的阴阳二气啊，阴阳就是主掌天地啊。我们家的东西啊，而且改了，请示观世音菩萨了。我讲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请讲吼，你让我济公的掌地盘，吼、哦，阿弥的佛掌天盘，哎呀，那想掌天地盘哈。有你啦，好、哦，我得到中华爷，我得对新娘开车，当然归归落，跟他唱歌。中华爷讲我，
哦，我当然是怎么做怀疑人的？哦，我是在降天的盘，这公都降一半嘞，啊，米勒会降一半，结果我一中奖，我讲我这做怀疑，啊，我这个过啥，真高贵嘞，我就过去请示菩萨了，观音菩萨了，啊，我为着这代志欢喜个呢，一定要甲问他，他特地嘞，去话训了一顿，甲骂一个当头棒喝，讲一个就我倒精神。伊讲，咱人你的手，哈，咱的手内底咧，拢五浊五罗，五浊恶世，五行是咱手内底，哈。那么天地把天地所有一切的善恶是非啦，每个人的手拢落伫每个人的手底。你若一旦你开悟者，你的善恶是非这情节啦，哈，情啦、格啦，加吼这名利。情缘啊，你全拢淡掉去啊，拢淡掉去。若是你若还未开悟者，无觉悟者，所有名利情结、情结啊，你拢甲掉掉咧。这就是阴阳，阴阳一念之间，所有宇宙间万行万事万物咧，所有烦恼的因啊，苦啊，你拢甲掉掉咧。啊，煞好命！啊，伊个骂我都你安尼，转去吼，你这中间一定足欢喜的。我讲我转来足欢喜的。啊，讲着了，我个人面都足欢喜的。吼、哦，所以主掌天地，天地之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加情、名利、情缘呐、啊，名利情缘呐、啊，咱拢家己手定了啊。咱若若是放会开、放会开了，咱就会自在啊，我们就能自在。咱就会当直超正迄个无上菩提果的大道，哈、哦！所以咱过去莫讲啊，我的手底我有将天地宝，这是一个法。24亿6000多局的这里法咧，拢在咱的手底。但是手底咧，在咱掌中的视线的视线的咱手底，唔是咱将天地盘，唔是将天地盘，莫把自己啊，家己。弄个关关抬到高高，到尾啊吼，家己会起歹势，会跟我同款，家己五通的时，家己当当收入起歹势，啊，当当有哪忏悔，所以迄当时啊，迄一时间嘞，真高个会欢喜啊，啊，我到尾忏悔老久嘞，啊，到现在洗袂清气，入也入袂掉，哈哈哈，漂白水嘛漂不掉，哈，迄阵有一个空过的心造出来，才当当收入啊，足歹势，家己足歹势，啊，漂也漂不掉，洗也洗袂掉，还用入也入袂掉，要安怎？只有带回去。哈，带那个后世人看怎袂记你哇？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不要把烦恼等在咱头壳内底，等的是后摆吼一世人吼，迄、哦那个放袂去，嘿，爱注意哈、哦。咱今日哈，到这一个段落，到这一个段落哈。哦